缠，怪阮感情无内涵，才会乎你来依人，一生幸福来断散。心酸的人是负心汉，是我来找两本仔册，予恁看卖哩。趁这十天来，赶紧加油自修啊！苦尽菜地，多发波士。这是我家己写的啦，看卖啊！第六题，真足巧，一日行几善，几年天地共一福；一日行几恶，几年天地共一祸。真嘛，一日行几善，天必共一祸。好啊，莫他妈这啊那啊，未晓就讲未晓就好啊。答案是啥物？一日行三善，三年天必共一福；一日行三恶，三年天必共一祸。无遮简单哦，迄拢总是三嘛。废话，但我已经讲出来，你当然嘛讲简单。你笑到老皮呢？问你六题，六题拢未晓。我看你哦，你爱准备去王师城外桥顶啦。免你遐咧古笑比无尾，来，无换我靠你，看你偌会用你。你听好哈，第一题，注意哈，第一题吼，何为刀？啥物是刀？这就是刀啊！敢有唔对心？对。完全对，我若是教主地藏王菩萨，干那靠你这地，你就会使去往西城问我徛位顶啊！我是问你道行的道，道法的道，哈！你煞你家徛大财的道，这实在是真天才哩！是道法的道，我知。啊！这本能的反应动力嘛，收到是多灾的道理。你免伫遐来岔开啦。讲何为道？什么是道？这道嘛，若要实在讲哩，是真复杂；啊，若要简单讲哩，是真简单。安尼你简单讲就好。若要简单讲哩，是不如用写。这啥？刀啊！什么刀？那刀花的刀啊！敢对？对啊，对就好。嘿，啊，搁继续嘛，第二题。好，第二题，嘿，第二题是，不对啊，头一题你还没回答我呢啊！嘿嘿嘿嘿，我较巧啦。不叫，不叫诶。不救！哎，救我！哎，救我！你怎么？哎，卖惊，卖惊！嘿吼，那伤是我的，那我共烧的，吼，喊我吼，你喊我！哎呦，别阿祖！不救啊！你到底是什么？你卖上去动作跟他讲话了？嘿，不是普通酒啦，内面做记载吼，不能随便流传出去啦。啊，尤其是神通甲法力修炼的部分哦，更加袂用去泄漏出去呢。安尼，伊硬去控人用去啦，就去不足，何必安啊？我反面啦，如果你今仔吼心地不清，而且吼，你做的内容写啥？我看看嘛，看无。无咯，我看你何必安？你要较安全，不然听伊分哦，用花去呢。拜托你。你听啊，来，坐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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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玉芬去占家头无紧啦，我看哦，先予伊路休困一下，予伊食一粒补下身丹啦。紧啊，紧提过来。嗯。可怜一个啦，分一个啦，大家哦，可怜一个，分一个啦。安体何求三教千阿烦，何方凡物六奇术？太上神仙大修法，得魂掠鬼大秘咒。千里云中大秘法，哎，这不对，哎呀，所以这玉芬，玉芬，你可怜，竟然走来这困，玉芬啊，是假呀，玉芬，啊！哪会剩一张尔啦？什么一张啦？这皮啦！你看，啊，像王爷照咱看这本《道法宝训》，竟然剩一张皮啦！啊，这啥代志挂掉？啊！哪会安尼？紧啦，紧啦，紧上个分照精神，看剩的皮，书提倒位紧啦！玉芬啦，玉芬，玉芬啦，玉芬的兄弟也是兄弟。咱先将伊以后再来拍算啊！啊，看你较紧嘞！玉芬，玉芬，精神啊！玉芬。啊！真正是认真，干嘛科技专的奖了啊？咱革命！哇！哈哈，干了这波的冒险啊！千年温中，这个大秘法果然神通啊！哎呀，俺今嘛吼，继续过来修嘞，其他奇妙法术，将来必定有真大用处哦。对，我来找前所无人所教所在来修炼。啊，咱苦功去啊，这些害了你哇，代志大条。玉芬啊，一切神话奇术，皆有通天贯地之灵气。啊，所以阮无法度一屈再指出，啊，伸出一独身之处啊。除非你有法度讲出来，将彼岸迄本书遗留在什么所在？啊，若无，要找回迄本书，恐惊就难哦。母舅啊，唔是我歹甲恁讲啊，我真是袂记我放伫咧什么所在，我真是想袂起，我想袂起，我真袂起。想看嘛，看我都收起来无。我看吼，这件代志哦，咱必须要回来去讲给圣王爷知。迄看圣王爷吼，有啥物办法啊，将迄本书传回来无？啊！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只是圣王爷写的对无？我请圣王爷定下答应伊啊。
互你废话呢？迄惊就是惊落在歹人的手中，为祸犯奸，迄你敢毋知？原来是这样，我就是惊啥物啊？因为这点吼，对咱无谅解啦，到时阵咱就真袂担啦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成王爷若怪罪啦，自然是我先担。你惊啥物？我好啊，免讲的，无我家己转来就好。大人请原谅。我先去背。啊！看安尼啦，内务通知寄无消息，阿无甲我拍一下招呼啦。我甲你招呼啦，比如大人，我嘛先去背。师傅叫啊，那恁走，我甲我拍一下招呼。啥？你将道法保释，失落在凡间？是，我苦啊！那本道法宝石，全是我的精华，这些胖子连我都有代志啊！敢无什么办法通找回来？欸，办法是有啦，只不过，不过安怎？看你有胆讲无，我若无胆，你讲啊。这，好啦，爱拼才赢，真是。不是跟我的孩拼啦，你是跟伊拼啦。歹势啦，受过欢喜啦。咱听你讲，天机不可留泄，天机留泄是有犯天条啊！啊，即卖又搁将天机一捆留泄几百条的，又搁将几本书判给你犯奸，我看这些哦，无救啊啦！相救我，相救我！什么会啥呢？你无看晓，他看某咧笑啊！是不是为着夺回宝书迄本秘籍判决，伫上脑筋啊？你是啥？连先锋爷也无法度将迄本秘籍摕回来。废话。啊！若有法度找回来，阮就伫遮来烦恼啥，当作阮忧郁小症。你讲啥？无啦，听无准煞。我咧讲，我拄仔有上天堂，找齐天大圣啊。做啥？我本来想讲哦，伊会发力高强，明日七十二变的神通。可能我都帮咱找回那本秘籍啦。啊，但是有法度无？伊本身嘛无法度，也毋过吼，伊有提供一个意见啦，叫我会使照这个办法试看卖，凡事会成功啦。什么办法？啊！是什么代志啊？无啦。接受大圣的建议无？去抓鱼龙神那只好天狗哦。是啊，照大圣所讲的，邮政对那只好天狗是视如宝贝，
较早啊，真侪介有交情的人要甲伊用借用啊，伊拢唔肯。所以咱也是要甲伊用借用的吼。我看是绝对无希望啊，所以。所以迄要甲伊用骨头抓呀。我嘛感觉无妥当咧，真无光明啦。所以我唔知问看你的意思是安怎。袂用的，袂用的，这头家抓狗的代志，咱哪会使安尼做啊？除非安怎？该用拼，用拼的。搁爱甲拼甲伊心甘情愿，无怨叹，欢欢喜喜，自动从好天到招人正用。啊，你想的是真好啦。啊，问题是要安怎拼？真啊！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嘿嘿，用药的较紧啊！啊，用药的较紧啊！有啊有啊！我都甲你讲过，用药的较紧啊！紧讲，什么妙计啦？好，阿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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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，是你啊，老孙的。啥个呢？这么久无看，最近好？哼，咱在天家，你混什么好歹？只要哪摆有人无缘无故上门找麻烦，自然找就真难咯。啊，莫安尼讲啦，袂输看到我老孙的，就是去看到麻烦呢。哼哼，人讲无事不定三宝殿。老孙啊，你今日哪遐安静？我是来甲你报告一件好消息啦。哦，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这杯酒哦，绝对无白啉你的啦。你若知影我今仔甲你传什么好消息来哦？一定主动搁请我几落回哦，哪个恁啊？我敬你。啥个呢？啊，你家好天健最近好无？你是要创啥物？哎，那是要叫我好天健，真是的，我是任何人拢唔做。哎呦，你莫误会啦，哎，老师呢？即摆搁饲一只呢。是啊，你讲你，你也饲只好天健？是啊。这哪有可能？太无可能！你袂记了？你当年迄只好天健是我老孙来甲你打赌输乎你的呢。是啊，也毋过，当年迄只好天健，你知影我老孙呢是对倒滴来无？你并无讲。是啊，迄种天下无双的神犬，伊的出生地，哪会随便互人知影？切！敢讲迄个所在，还有第二只神犬的存在性？巧，是啊，迄、那个所在确确实实有一只神犬存在，啊，不过哦，即摆已经互我抓回来啊，啊，不过不是好天犬哦。既然也不是好天犬，那你是啥物？好地犬。好地犬。是啊，有阴就有阳，有天就有地。有好天犬，自然就好地犬啊！
而且你这好天气是干的对不？是啊。我这只哎是母的。我传染去我大个所在吼，敢是我饲的迄只好地天哦？你若是看了有介意哦，你咱以后就去做一只亲家啊。你讲什么？做亲家？是啊。阴阳相生做万物啦，咱吼拢爱有这个责任啦，哈啊。那无吼，这种会加了俩鬼的神仙来绝后吼，安尼却唔是有愧于天。哦，你是讲要唤醒第二代神仙？是啊，后因后代继续为咱服务啊，替咱加了俩鬼造福三界，却唔是妙哉嘞。对。是人人无美梦。嘿，进来。你看这个计策敢会成功？啊，知。如果吼大圣啊带杨戬来吼，肯定成功一半。啊，你迄本《动物故事》的书皮有带来无？喏、哦，有遮无？哎，甲你一家啊，看起来才行啦。对，有你。紧了，紧了。嘿嘿嘿，大神甲三干的来。紧出来！哎，家姐你啦，紧出来！卖币，紧带阮出来！出来，出来！出来！赶紧的啦！喂！旁边黄木球。我问你，你那只好地天呢？做什么？你问我那只好地天在做啥？你一定是你命令你那只好地天流入阮幽冥地府，投资阮成功爷那本道法技术，那只狗。别人唔敢上心，阮真清楚嘞。对，我你讲，你迄只好天剑甲幽剑的好天剑，原本拢是在幽冥地府看守王师城甲铁威城神剑。嘿，好天剑是你较早吼大闹地府的时阵顺手砍走砍走，啊，你迄只好天剑是？你半阿爸，你半哥嘞，硬搞叫阮嫂仔上。所以，只好地天哦，竟然抽离阮幽冥地府，偷驾走阮成功爷迄本，真啦！啊，多发技术，啊，阮无找要找啥？多发多是，这是啥？这就是你迄只好地天驾走的迄本书的主皮。当时吼，我要夺皮的时阵，想袂到在啊，抓着主皮人了。啊，其他的部分哦，完全乎你去吃奥地金加走啦，哈！哎，你奥地讲啊，你我了我袂讲，哎，哈！你别太失望，这代志并不能差明啊！哎，王孙嘞，你吃奥地金，今次还叫很清楚，今物甲问个清楚，要找伊对质咯。是啊，无问题，小天才来临。啊？都唔对唔对啊！小天奥地金啊，奥地金啊，伊来对啦，我来。有缘无分，因前世都无法度甲你有啥物结果。搁再讲，人即卖是神道之人，恁都爱想较开者。今日将伊放袂去，然后今日转来福州，好好照顾，好好养育，点搁较进步。伊毋只是恁未来的依靠。你唔通唔袂记咧，这是天界，万一若惊动着玉帝，我罚你三下，你吃袂到。我问你，你是有要还还是唔还？
你若无要喊吼，我即马吼就带你去凌霄宝殿，请玉龙天尊裁决。对，想说吼，将你顺手牵到，牵走迄只好天犬哦，一切禀明玉皇，请玉皇大帝吼，命你喊阮天地相牵。大家啦，唔通安尼啦，代志愈做愈大条，啊，今日牵连到我好天犬来。这就没意思嘛！我说呢，你才好在听，你嘛叫伊出来，用地府的主刑堂啊！你拄则嘛看到啊，我看迄只好电客，唔知走去倒位去啊！后无你我来动来啊！你是要叫我哪发伊出来？咁讲你会够无共款是？只要我迄只好电客啊，不管在什么所在，只要破电时啊，马上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你这好天犬，是我老孙训练好才交予你的，免讲嘛听主人的命令。我这好地犬啊，还袂教乖，是要听谁的口令？你再讲天龙了你，安尼啦，我帮你一个好地犬。哦，真是的，我唔对。如果我来帮你找着好地犬了，以后恁三个，哪个这么得体，就只袂使再牵连到我的好天犬。好啦。哈，干嘛就看死人？后摆若有任何纠纷哦，阮会直接找迄个狗的主人算账。甲你二拢是绝无牵连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你将迄张布好地铁搞走出去。你爱这份租皮是要做啥？我只爱在这边租皮，我爱好天性，一条发动，你找着。被好地铁所搞砸的工资，同时也会当找好地铁。哦，巧！哈哈哈！小哥大事，小哥大事了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！哎，枪打！哇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变啦！来，我来，我去开门。来，哦，明仔你做搞的呢？这些呢，等报时啊，抽查要出单。哇，来行，行。哎，不错。村落的部分吼，拢总伫遮。哦，你是讲连进前啊，昊天犬带人去找的，搁加遮，拢齐全咯。嗯，袂歹嘛。捡到即几野厝主的人，搁较好心，迄甲咱装甲遮好势，完全无损。嗯，唔对哦。是安那唔对？那呢就证明收藏这句啊，在洞内的人必定是有心要给我保存伊。那呢就证明这句啊的内容也已经被人看了了了。你是讲收藏这句啊册纸的人，真有可能已经修炼成这内底大神通？真有可能哦。那就惨啊！那安尼，咱进前一切辛苦都白了工的啊！这个山洞，昊天犬也已经完全搜查过了，洞内也无其他你要找的蛛纸了。对了，那自头到尾。咱无看到好地犬，阿姐，我阿好天犬也已经安静不动了。这表示讲，你所失落的书也已经找齐全了。我想，好地犬也已经返去悟空的大世界了。这件代志，阮敢搁会继续追求呢？阿姐，我看算了，好啦，看在东游
道友的份上，阮吼无阁想要继续追求落去啊，只是讲，只是对伊良心哩较歹势尔。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道友之间互相帮忙，本来就是应当的嘛。行，咱转来李龙店。我看，你只好地犬，个性也真野，目前。也无啥要跟你做夫妻啊！嘿嘿嘿，是啦是啦是啦，人伫咧讲啊，种田爱有好田地啦，啊娶新妇爱拣好娘嘞啦。我看，较高阶点这门情事吼，爱上好是三思而后行啦。我嘛是安尼想，如果伊认你若过来提亲，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才会用。若无其他代志。我得先过时哦。啊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慢行。慢行，慢行。啊，总算袂阁害着新王爷。是啊。新王爷。好地梗，哈哈。你若让三目油姐知影讲，你甲变质出来啊！哈，伊若无找你算账，我就输你。无法度，阮嘛是万不得已，唔才出这种下场。就是啊，连讲我甲彼岸才带一份重礼，去向李龙神，好好甲下家实的，相信伊会原谅这事啦。玉贤。这就是阮住的所在啦。阮即摆阁是对面乞食的身份，所以。啥？啊，这就是恁住的所在哦。是啦，啊，这就阮。嘿，你唔着捡到这几张册纸的人咯？啊，这几张册纸，我咧占了山东的山边这个石棚。你用这个打土从这石棚啊封掉嘞，我你先来捡到呀。这几张纸本来就是我的啊，啊是因为哦。我袂讲啊，到遐拄啊好啊，恁竟然阁会知影找起我这来啊？这毋是拄好啦，啊这是阮哦费尽心机到找一个才找到的呢。笑死你啊！阮两个兄妹自从捡到迄物件，从来毋捌提起互外人看过哦。啊！恁竟然找拄我才来，哦，安尼我知影，分明拄只恁就是这个洞内无意中发现着，啊！恁看了解，你霸占的款哦。公安的，嘿，啊，这物件明明都阮的，那无阮哪都摕出来问你，嘿，我敢袂啊客店身躯啊掂掂就好。是啊，阿兄，小大哥讲了真有道理呢。我因讲就有道理，啊我讲敢无道理，啊我唔通专门咧讲歪理的。好，明天提出喊我，我喊，我当作阮是建筑队员咯，议员有关系带你来，警官来拍官司哦。你要跟我拍官司啊？安那，你惊惊？好，想惊想，要拍就来拍嘛。哼。慢慢激动啦，是啦，有代志慢慢啊讲啦，啊咱也会使甲咱拍官司啊，对对，会红笑死啊！啊，安怎啦？你敢无看人心情歌好，人一定是做官的，我敢叫人去拍官司哦？免惊啦，哼，哦你是讲身为做官人，特别欺压百姓，强夺民女，确实一个恶官。你我本来是跟你讲道理啊，我哪有用什么欺压你啊？这本来就是我的啊！你的打人出去啦！提出证据啊，证明讲这是你的啊！这本道法，其实那是成龙爷的亲笔所写，只要吼，甲伊对一个啊笔迹。安尼就听我照明。对哇、啊。
这字是我写的，我用个润笔字啊。笔字。你看，是不是跟前几个笔迹完全一模一样啊？车叔叫蚕讲一句无礼的话，假使若是有心要描写这种笔迹，叫蚕也当写到一模一样。安怎？恁拢唔相信？嘿，来，甲笑看。请看，是不是甲教学所写的笔迹嘛是一模一样？哇，有影一模一样就对。在路，那那就证明讲这切的这个纸不是恁的啊，哈。安尼啦，这个物件吼，就当作是恁的啦。啊，阮吼出官价将伊买落来，你想安怎？安尼较成熟。会用的。如何啊？这项物件就当作是恁的啦，我愿意出官价向恁来个收买转来，安怎？会用是，袂用是啦。会用是，阿兄。阿兄讲会用是就是会用是，但是我要希望讲，咱来先办一个公正的这个手续，以免讲日后有甚物款任务麻烦。手续？嗯。阮头家较无用，这件公正的代志吼，由阮两个做主就使。你是做官的无唔对，但是唔是食朝廷的俸禄啦。哪有这种官啊？这叫做乌官啦，就是乌市的官啦，啊用钱买官来做贵人呢。嗯。什么？太祖已经登基做皇帝啊？是啊。啊，你到这晚也唔知哦。你看看，来，我看。这加一条注明，伊就是一方新入出没的官本，为我加封所有，全无意义。哪着这麻烦呐？面子问题。好啦，加啦。实在无道理，迄本来是咱的物件，所以着我爱用遐悬价共买倒转。是啊，啊，搁遮贵哦，啊，一张纸纸一百纽银啊。嘿，后回算你较俗的吼。后回？是啊。啊，当迄个内容，阮甲玉贤两人记甲足清楚的啊。迄份白乎你，啊，阮着加写几分啊出来卖。啊，这个定价，我着爱定啊足俗的吼。啊，你哪会安尼？是啊，阿娘，安那，啊，咱拄则伫内面，这个契约书明明写甲足清楚哦。出没的原本是我甲方所有，既然我甲方有这个所有权，下我要加写几份啊副本，这哪袂用是啦？这，这份契约书中，迄两字原本，迄意思是本来，哪是原来迄本的意思咧？这是你误解。我意思原本就是原来迄本，有懂的？你是在欺负处理呢？你未免欺人太甚，你未免太阿爸，当作阮两个是哪样？
要无你是要安怎？安怎？啊！安怎？安怎？安怎？啊！安怎？哼！爹啦，莫安尼啦！哼！黄大哥，想话好好讲，莫冤家啦。无冤连伊啦，咱搁礼拜问大叔先生。看原本的意思是安怎解释？行，要就行嘛，行，水怕水呀、啊。阿娘，阿娘，来安尼啦。是啊，原本的意思是原来迄本哦。是啊，原本两字最起先的意思就是讲作者亲笔所完成的头一本，一方承认取物原本所有教方所有全无意义啊。恁的意思讲恁承认所有权。我以为是教方的事。对唔，我就是教方，这就是教方的小妹。啊，嘘，啊，咱煞去后拼去，就是啊。啊，那呢，咱何必着开遐多钱，干买一份啊副本呢？都对，唔，客户定拍，那无，阮无爱买，退回。对，退回。是。